没喝完。当当。高不高？高。要不要再高了？行吧，高点也行。好了，这个数就行了。嗯。抓牢啊！不要乱动啊！走哟，坐好啊，好久没荡秋千了呀。这是一个新建的公园，下面是排球场，这边是健身器材，那边是亭子。啊，这个地方应该花了几百万吧，应该不便宜的。又要推一下啊！哎，那是谁的车呀？停这儿。高兴吗？等会儿回家吧，冷啊。哎呦，啊，小区里，小区里的一个小广场，在小区里面大概生活了有10000人左右。哎呀，扔过去了啊！那边在打乒乓球嘞。放假了，今天礼拜日，家长。